上礼拜三，托尔洪台无对嘉义县市带来地灾性的强风豪雨，平安过关。即将要进入淡水期，仁义潭南潭水库因为七月底的强台开面，以及接连的低压带带来丰富的降雨，两座水库的蓄水量超过九成，接近满库，唔免烦恼淡水期的欠水。伫咧七月份开面洪台来袭之前，仁义潭含南潭水库。因为昨天强在的西北河蓄水量达到九成，伫咧凯美洪台来袭的时阵，大河水库集水区阿里山超过700毫米的洪量，洪台出海引进的西南气流更是降雨不断，将南潭水库含这个潭水库灌饱。目前两座水库蓄水量比去年搁较侪，南潭水库将近900万吨。水位75公尺已经是满水位，仁义潭嘛接近2580万吨，水位105公尺，同款嘛是满水位。近前山托尔洪台警报发布，水公司烦恼产球凯美洪台会带来好大雨，增加水库蓄水的压力。如果水库水位持续升高达到警戒，水公司会启动满月安全机制，下风多自然一道。禁止对北江溪进水口引入水源，为着避免水库溢流，维持平均的蓄水率95%。其他洪台进前嘛，也实施着仁义潭水库放水淹淋的简讯。好佳哉，山托尔洪台并无带来好大雨，淹淋的简讯无实施。现在仁义潭含南潭水库水量充足，乌光山色的美景嘛，成为民众休闲运动翕相的好去处。每到假日，游客嘛真多，尤其南潭风景区，伫咧透早或者是黄昏的时阵，拢有非常美丽的景象映照水面，嘛吸引真侪介意翕相的民众前往取景。最新新闻，就定是王小山甲义市采访报道。这也代表着台湾迄阵非常艰苦、物资匮乏的时代，但是一碗鸡肉饭带来满满的幸福、满满的饱足。那这一碗鸡肉饭已经成为是我们庶民的美食，但是这样的美食带给大家已经成为嘉义的特色。所以嘉义火鸡肉饭、嘉义鸡肉饭可以说是在世界闻名的。那今天借由特展，我们把这个故事也运用了许多的科技，运用了许多每一个人的心得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想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碗不一样的给瓦粉？